要不你也尝一个吧。谁在上面？是我。你在那上面做什么？我看这鲜果生得不错，也没有人摘，就想吃两个解解渴。这果子能吃的？啊，这不是你家果树吗？你没尝过？我这鲜奈树生于上清万年，从来都是自生自长，无人采摘。天哪！千万别告诉我这果子很值钱，被我吃了好多。倒是你，怎么什么东西都乱吃？这果子要是有毒怎么办？没有毒，我以后不摘。要不你也尝一个吧。我。你尝一个吧，可甜了。我先回房了。